第31题，甲乙两木块的质量分别为1公斤和2公斤，受推力做直线运动后，其速度 v 与时间 t 的关系如右图所示，则当 t 等于25秒时，甲乙两木块的加速度比应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看到25秒的时候，甲这边是 VT 图斜直线，所以它做一个等加速度运动。它经过了从15秒到25秒，花了10秒钟，它的速度变化呢，从3变化到7，增加了4。加速度是花了多少的时间，有多大的速度变化？它呢花了10秒钟，速度变化了4，所以它加速度呢是0.4。而我们的乙，在我以我们的乙在25秒的时候，它也是一个斜直线，也是做一个等加速度运动。那么它花了所谓的从15秒到25秒，也一样花了10秒钟，速度变化呢，我们的是3到 4， 所以变化呢是 1， 所以乙的加速度是花多少时间，有多大的速度改变？它花了10秒钟，速度变化呢是 1， 从3变成 4， 所以它的加速度呢是 0.1， 所以甲跟乙的加速度比就是0.4比上0.1，也就是4:1。所以第31题问我们，甲乙两木块的加速度比应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4:1。